98，十块2毛3了。操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走！干嘛呀？这有号啊！换车，换车，换车！啊？真准！换车！不会来真的吧？哎，你订车来这儿干嘛？这儿啊，订那个。嗯。你燃油梦想呢？你声浪呢？10块2毛3，订车，订车。订车，行了。快，真的。现在人都那么直接吗？哎呀，真订啊！那不然呢？您是想订哪款车呀？对 ，Model Y 那个高性能版本。之前都了解过吗？嗯 ，Model Y 高性能一个版本的话，它的官方售价目前是41.79万的一个价格嘛。嗯。然后的话，它的一个百公里加速是3.7秒，目前等车的周期按照官网啊是12到16周。多专业，这夸也不给你优惠。那我们的一个选配的一个黑外。除了黑色以外的其他颜色都是要再加8000。好，那我们不加钱。然后的话，轮毂的话标配是21寸的一个轮毂啊。嗯，是我们家最大。然后目前的话，黑色的内饰是标配，然后白内这个得加。你这个白内就是我怕它脏了、不好打理是吧？它上面是有纳米抗污涂层的，就是其实很好清理的，关键是很好看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选白内啊。上。然后的话，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增强版的 EAP。对，和 FSD， 你可以在后期去选购。嗯，好，不要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就能不要的都不选。那相当于我们目前的话，现在就加价了一个8000嘛，然后它的一个总共售价是42.59万的一个价格。嗯，好。然后定金的话是1000块钱，但是它是不可退、不可转让的啊。行的。对，然后您是个人订车还是公司订车？个人。我来说还是您来说？我来说吧。然后定金是1000块钱啊。完了，真定了。那现在你的邮箱里面应该已经收到了，对，您可以检查一下。哦，有一个，感谢您的订购。对对对，恭喜成为我们尊贵的特斯拉车主啊！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！谢谢。走，完了这就，那不然呢？5分钟进台车。我看人订车都高高兴兴的，你咋？走吧。哎，我刚刚查了一下，你这车最近涨了4万，你知道吗？咋不理我啊？跟你讲话呢。哎。天之涯，地之角。